大家好啊！咁我而家就会同大家试一试 iPhone 16嘅录影后嘅混音效果。咁咧，大家一阵咧就会喺个 YouTube 度睇咗两条影片啦。一条咧就会系依家实际嗰个收音情况，一个咧就会系用机入边嘅混音功能啦，去压低呢个路边嘅声啊，同埋背景嘅其他声嘅，咁大家可以听一听有啲乜嘢唔同。